水汪汪，山来山去像那水荡漾。哎呀姑娘啊姑娘啊，走起路来像那红白柳儿摇又晃。啊姑娘啊姑娘啊，杨柳摇，姑娘啊姑娘啊，摇又晃，我的心啊跟着晃。民俗舞蹈，民俗舞蹈，对，算是古典舞蹈，民俗舞蹈的。那教舞蹈的民俗舞蹈跟一般恰恰一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它身段要比较柔软，都是展现身段。对啊，比较不一样啦。恰恰的话是轻快活泼啊，这个要身段。有一些舞步哈，就比较不同的。我是哪个人？我是能被你看上？我假唱。你乖乖地跟在你身旁，像只小鸟儿啊。可以学习到那个身段很柔软，可以训练个人的那个柔软度了，而且还不错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可以让你姿态柔软，然后比较柔美优雅一点。